你们告诉我，9年前那些理想、那些热情，都他妈到哪儿去了？
就从这把火开始写起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你，我就是我，我们一切从零开始。从今天起。 现在是一个道地的女人。说良心话，如果可以请你回酒店吃个宵夜，我会非常的荣幸。没有关系，我会先叫好 room service， 在我房间等你。你来或不来。 我都等你。先生都帮您准备好了，两人份的皮蛋瘦肉粥。 今天晚上一定非常甜蜜啊！对了，电视机也临时给你换了一台。不是，OK。你还在？我刚做了一个梦。梦见什么？一个好美的梦。香港的高山顶上。 满天的星星，一男一女从兰桂坊走出来。他们走到高山顶上发誓。我知道，我刚刚去了一趟兰桂坊，见到了毛毛，也想起了一些事儿。我承认我是残缺的，打从头眼见到你。 你抱我，我没好好回应。如果你只记得这故事最灿烂、最快乐的部分，但你却不记得最血淋淋、最悲惨的部分，会永远残缺下去，永远残缺下去！不要再有了吗？当我给你提幽妈你少一任的时候，你相信什么没有？不要再编故事了，不。 这才是故事最重要的部分，听我把它说清楚。有肌肉吗？1989年。
个晚上非常闷热，一点风都没有。手机放不下去。上哪儿去了？随便走走。我晚饭早就做好，等你回来吃呢。你上哪儿去了？外面。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？又害喜了是不是？医生开药你吃了没？你这体质。又害喜了是不是？那医生给你开的药吃了没有？如果我还继续怀着孩子的话，我当然会吃。什么？对不起。我们之间是不是已经完了？不是。你说，我们中间是不是已经完了？不是。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想要继续下去，可是如果我这时候有孩子的话，我爸爸。像卫生纸药满地都是，我们没有机会了。谢谢你帮我做那个决定，我谢谢你。天哪，上哪儿去了？你不要这样子跟我讲话，我像在怀疑我什么似的。我这怎么是怀疑你呢？我这是关心你啊。头好痛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你上哪儿去了？你到底上哪儿去了？油麻地。油麻地。上油麻地干什么？谁会上油麻地去？所有的人都会去啊。那些人上油麻地干什么？有什么便宜货吗？有很多啊，有衣服、皮包、鞋子，还有医院。到处都是便宜货。你把我们的希望给拿掉了。你把我们的希望，我们的梦，当成个屁呀！我是为了保护你，不然我不知道爸爸会对你做出什么可怕的事。在油麻地小医院，一把刀下去，血流一地。你有没有看见他长什么样子？这段时间只剩下最后一个画面，就在那白色瓷砖上留下红色的血。我多希望我能来和你一起面对这些现实，可现实是我们都不是这种体。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，真的，我没有这个能力。
统统结束掉。那你干脆他妈就把刀把我杀了算了。你难道不明白我这样做是为我们两个人好？我也是逼不得已的。你为什么把窗户关上？我快受不了了。我闻到瓦斯的味道。你刚刚到底做了什么？你以为这样就解决掉了吗？你是想把我俩都毁掉是不是啊？你不能够这样子下去。不能这样下去。跟你分手之后，我一个人还可以单独活下去，你告诉我。他是把我忘掉。对，把你忘了，我怎么做得到？做不到也要做得到。他是把我忘掉，我上一次我们发誓要忘掉所有的现实和过去，如果上一次你做得到，这一次你一定也做得到。来，我们来发誓。这一次我们要发什么样的誓？发誓分手以后我要把你忘掉，你也要把我忘掉，你要彻底的把彼此都忘掉。
电话来就是为了问我好不好？为什么要赶在今晚？在急什么？在担心什么？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？谁要换掉我？我不听谁的话。美国的银行有说，是谁要并购新雅吗？我知道珠海那票一直想要并购新雅，可是那是最笨的一条路啊。你认为是神州集团想要恶性并购新雅？可是神州这么做，他现在怎么花时间跟我台品谈合作？鲁莽，一群老粗。那其他情况赶快去了解啊。什么可能爸爸挺不住？我没有叫他来挺啊。我不会让任何人吞掉新雅或台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简如镜。珠海那片想跟我玩狠的是不是？好啊，去传话，跟他们说等我把合约签好了回到上海，看谁他妈动得了我。小红啊，你晓不晓得在中间这样传话，你到底帮了谁的忙啊？不要再给我增加压力了。你要请我吃宵夜，我们就这样一直站在门口吗？皮蛋瘦肉粥，趁热吃。你刚刚开门的时候就已经算准了我会站在门口了。巧合？不是巧合。你先站在我门口说。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，可是一下子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。从你喜欢的地方。我喜欢。你喜欢皮蛋瘦肉粥。你喜欢夜里到山顶看星星。我喜欢我们之间所有的回忆。我没有办法在你面前再做出很强的样子。你要我来我来了，可是你看看我带的这个是什么。你不可以不答应我，你不答应我完全是理所当然，只是我现在我走投无路，我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只有来找你。现在只有你能救我。你瘦了。所以你为的就是这个？我当然不是。要知道女人我见多了，像你这样的事儿我也见多。你
在怀疑我动机不单纯，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在兰桂坊赞美我是个道地的女人，把我请来你房间吃宵夜，你的动机不单纯呢？不要再讨论什么动机的问题，反正你来了嘛，来坐来来。你要做爱？爱？不要跟我提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。你要跟我做？跟简一静做？我不知道，无所谓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干什么。好像是要干一个很虚幻的东西。时间吧，无所谓，反正你来了嘛，来。现在的我们该做的事，数字已经改成51%了，让大部分股权在我们手上。对，经营权留给我2年，董事会3个席次。你怎么可以？关系的开始还是结束？哎，干什么去啊？该做此时的我们该做的事儿。因为你是沈墨，
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到山顶。不，那是九年前的我们。我们应该先开车上山，然后遇上大雾，发生车祸，之后我们就和他们分开。九年后，我们会回头再来找到他们，再然后，眼前的画面你都已经看到了。就让时间停留在此刻吧。这是我们这一生最后一个晚上。最后一个晚上，我们要记得，要记得，差不多了，孙小姐。哎，啊，应该叫孙总裁。这还差不多。这个台品公司对我们黄金集团来说，并不是最主要的发展重点。我看过你们一些珠海的资料，很有意思哦。你们背后的一些人也够给力的啊。哪儿的话呀？反正这个台品好说了，我们黄金集团在大陆还有很多重要的案子，希望将来有机会投资你们珠海，发展更多的合作关系啊。那当然欢迎啊。那样的话我爸爸一定会很高兴。你爸爸在高兴什么？二姐，我我到处找你。孙小姐也来了。简小姐用过早点没有？我不急，我等沈总裁来了再说。对不起哦，沈先生今天一大早就已经回上海了。他回上海了，可是我跟他合约签了，后面协议书的部分还没有谈。那沈先生什么时候有空啊？简小姐，沈先生已经不属于我们公司了。二姐，有件事我可能要跟你沟通一下。你昨天跟沈先生签那份合作合约可能无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台品现在已经不由你负责了。简小姐，你大概还不知道，你们母公司新亚在美国的债务已经被人承担，现在新亚是属于黄董事长黄金集团的。
么跟你说这件事情？我昨天一整天都很痛苦，因为我真的身不由己。我阿爸一直在叫我多拖一天，等他筹到足够的资金，他就可以病掉。但是我心里已经有个声音跟我说，不能这么做，不能这么做。我整个人都快被撕成两半了，二姐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人生好奥妙。不是奥妙，二姐，是残酷。我说黄董啊，不要难过嘛，我看你刚出道，可能见的比较少。事实上，商场上这种情形非常普遍。明天是不是咱俩坐在这儿还不一定呢？所以啊，保持平常心，把握现在，啊。是受教，孙总。听说你对香港不太熟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第一次来香港。那等会儿咱们讨论完了，姐姐我好好招待你在香港。那就麻烦您了。咱们聊聊嘛。我们俩离开这个会议桌，还有什么可聊的？咱们可以聊聊关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啊。可以呀、啊，那太好了。看不见。
建一点法费哦。好，就是。今晚我来陪
瘦肉粥。现实是。我爱吃皮蛋瘦肉粥。现实是。我们为我们的爱奋斗着。现实是。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剩下的事情由我们来完成，大家说对不对？
我一头